清洁队员都转为正式的，好不好？好。
想这个也是我们三个工会一直在帮我们的会员争取的。我们会在明年提出计划来，我们希望能够提出这样的规划得到议会的支持啊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市长特别重视我们清洁队员的健康，所以现在六都里面对于清洁队员的健康检查都编有预算。我们在明年，我们清洁队员的预算，健康检查的预算是2220块，是六都最高的。那抽奖好不好？好。另外啊，我们在工作的时候，我们也希望也需要制服啊。我们有冬季的制服，我们有夏季的制服。以往我们冬季制服是2年编一次，从明年开始。市长帮我们争取到的预算是3800块，我们都会每年给大家编这个夏季跟冬季的制服，这样好不好？好。各位知道，现在资源回收变卖所得是下降的哈，这个总队长刚刚也在跟我提醒哈，看看怎么样来因应这个措施。但是我们资源回收量是增加的，我们106年增加了11万公吨。那大队长跟我提供一个数据，到目前为止，今年的回收量比去年还是增加的。哦，虽然变卖所得这个市场的价格是偏低，但是我们回收量增加，所以我们总收入没有减少。所以每年我们会继续编清洁队员的资源回收5000块的奖金，这样好不好？各位回去啊，要记得刷一下本子啊。那个5000块已经入账了哈，哎，姜小姐看有无哈？莫给我太太那样比较唔知啊哈。另外，刚刚有一个郑立文提到最重要的，就是我们在资源回收或者是垃圾清运的时候，最重要是我们的交通工具。我们12年以上的垃圾车清洁车是需要被汰换的，所以大队这边有提出一个3年10亿的计划要来汰换清洁车，但是我们自己市政府的预算是不够的，是希望环保署来支持的，所以我们谢谢环保署支持我们，好不好？好。我想那个总队长一定会把我们今天的这个放带回去哈。3年10亿，我们希望让我们的清洁队员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之下去工作，这个是市长很重视的。所以我想，我们过去我们每一年表扬39位优秀的清洁队员，我们今年增加为60位，其中有8位得到全国的清洁队员的这个荣誉。那待会这8位呢，会由市长亲自来颁奖。那接下来呢，局长就来颁发其余的这52位模范清洁队员，我们是不是给这60位同仁热烈的掌声，好不好？谢谢。那么我们在荣耀时刻要颁发的同时呢，我们也先借用大家的掌声，我们也来欢迎到我们桃园市议员，我们陈志宏陈议员也莅临到我们现场，我们来补充介绍，掌声欢迎，谢谢。现在我们就请局长来帮我们颁发。